富里乡公所为了推动乐龄者的健康促进活动，在罗山村办公处旁的绿地、学田村办公处旁的绿地以及多处设置了全新的健身运动器材，而这一系列的设施皆在提供更多元的运动选择，鼓励乐龄者积极参与，并共同促进社区的健康共荣。富里乡公所为了推动乐龄者的健康促进活动，在罗山村办公处旁边、学田村办公处旁边的绿地、富里乡老人文康中心、长青公园以及富里村和平街路口都设置了全新的健身运动器材。我们富里乡第一次建置这个户外乐龄运动场所哈，这一次目前建了四座，下一步啊，我们还要，其实我们的目标是在每一个村都能够设置这个户外的运动器材。这次运动器材包括了双人漫步机、双人大转轮、双人肩关节康复器以及双人上肢牵引器，各具特色，提供更多元的运动选择，并且也透过合作运动促进社交的活动。需要的就是这些，我们乡民啊，很需要有一些运动的这个器材。像这个运动器材哦，可以让一些老人家哦，像我们是有朋友，有的老人家他手脚比较不灵力的人哦，不能去走路的人，有这个运动器材真的很好。他们就可以在这里运动。公所强调，新的健身运动器材是对年长者福祉的一项长远投资，也是对富里乡社区繁荣的一大贡献。公所将持续关注年长者的需求，致力于提供更多的社区服务和活动，营造一个健康快乐的老年生活环境。记者高双双富里乡采访报道。